老板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展示麦兰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37岁。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63。你体重多少？我体重51公斤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结婚了。你有几个小孩？我有一个小孩。他今年几岁？他今年18岁。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我有去过。你在台湾几年了？我在台湾8年。在台湾你做什么工作？在台湾第一次我来，我照顾老人家和小孩，做家里的事。第二次我来，我在工厂上班。你去过澳门了吗？我还没去过。为什么你想去澳门工作？我想去澳门这个上班赚钱，什么幸福我都可以。请老板帮忙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